小高大曲，欢迎来到坏曲的乐高字幕，我花椒。前面两期呢，我们看了这个3132的 A 模式和 B 模式，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它的 C 模式，巨狼。发现里面还藏着两颗宝石，瞬间就感觉这个场景的内容就丰富了起来。下面来看这只巨狼芬里尔，它整体由深蓝色的零件组成，头部的造型看起来很凶狠，嘴巴还可以张开，耳朵也可以活动，头部还可以这样子低下去，也可以抬起来，不过最多只能到这个位置，还可以这样子转动，前腿可以这样子活动，前爪是一个球形关节，后腿的活动方式与前腿一样，不过脚掌不能活动。它的四肢看起来很灵活，不过能摆出的姿势也就是像这样趴着，还能摆出一个大力水手的动作。后面是一条粗壮的尾巴，可以上下摆动，还可以转动，把它摆在人仔面前也是满满的压迫感。这一款乐高31132的 C 模式所用到的零件比较少，剩下的零件还可以让我们自由发挥，继续丰富这个小场景。那你觉得乐高的这一个31132三合一怎么样呢？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这里是坏学的乐高仓库，我是阿娇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